造成一点点危险？我觉得没有，因为风格上接近的其实是没有的，能有像他唱的那么好的也没有。这个环节只有我一个人是能真正的代表纯粹的电子舞曲。我的初心其实是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种音乐，甚至于是爱上这种音乐。丁光老师，不好意思，就咱们对于闪电也好，海底也好，那个概念的定义，可以稍微更抽象一点。OK， 了解。咱们再来一次，可以吗？再往下一点，因为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尴尬，就是你在半空中，你要不接地气。OK， 了解。我觉得他的整个准备做得非常专业，就是说他在拿来他的 VJ 想法的时候是有视频，有甚至有 VJ 素材。对，因为毕竟我觉得也是算是第一次的合作吧，虽然说你的演出时间只有两三分钟，但就像我一直所说的，就是你不代表你不可以把这个故事给讲完整，所以他是有开始有结尾的。所以你听了他们的歌之后，你我就觉得稳，直接滚。你怎么这样？给自己留个台阶下哈。没事，不用。狮子座出来了。那所以你现在有觉得你打听到的哪一个舞台会对你们造成一点点危险？我觉得没有，因为风格上接近的其实是没有的。就至少我听到现在为止，然后二对吧，能有像他唱的那么好的也没有。完了，过。太棒！哎，两位都很酷飒，都是一身黑。哎呦妈，这个女的。哎，我自己是特别特别好奇，两位在合作的时候，哎，会不会有性格上啊，会觉得谁会更强势一点？在制作的时候，谁听谁的？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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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题了。对于这一次的二创。的整个流程，其实我可以实话实说，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应该是我做的第五版。我和卡卡到现在这版编曲了，我们应该已经走了五六个不同的动机了，就是重新编了五六次了。嗨，我们先放一下那个现在那一版，但待会儿还得去改一下呢。对，因为这里刚好是和乐器是撞在一块的，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发给你。OK。好，我想要噔噔噔，我想要这个音，第三个。OK OK， 再上去。对对，升一个半，我觉得还是有点死死的，因为它就是它有一点那种 synth pop 的感觉。OK OK OK OK， 我想要黑暗一点的 reggae。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咱们在 chorus 的话，只有走暗的。对，然后在 verse 跟 bridge 的地方可以走亮的感觉。 verse 其实还是要暗，但是它没有那么暗，它是那种美丽的暗，美暗。好好好 ，OK。很好说话，虽然他以前也没有不好说话了，我只是觉得。很容易就其他的意见人被打。对对对。对，其实因为就他对于音乐上也是有很多自己的主见，所以而且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品味也不一样嘛。但最终我们的这个作品是很满意的，我觉得这就很心满意足。